想，今天就要离开住了四年的套房。你说时间过太快，还来不及悲伤，就要决定未来是怎样。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时期，每个人都会想念他的时期。我说人生像一出戏，过去的是电影，不要看得太入迷。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你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路。热情的心是你的地图，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这就是一条很漫长的路，路上的风景你要看清楚。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歌手黄玠非常受到台湾歌迷的喜爱，他甚至可以在演唱会上只唱两首歌，其他时间都跟歌迷聊天。今天很高兴邀请黄玠来到节目中分享他的音乐。黄玠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我们先聊一下刚刚那首歌好不好？那个 MV 戴安娜，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在讲一个叫戴安娜的女生，她在大学毕业，可能五月六月的时候啊，找工作，而且即将脱离大学生的身份啊，其实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很彷徨，会很彷徨，因为大学生太爽了，太自由了。而我自己也是，其实我自己，我里面在写的歌词，其实我都会想到我自己，就是我很久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要搬离台中那个房子，因为我在那房子住了四年。对。然后我就坐在客厅，然后看着搬家公司把我的东西给就搬回台北，然后就坐在客厅，等大家走了以后，我就坐在那边客厅一直哭。为什么哭呢？因为哭有两点，就是第一点是要当兵嘛，我不会觉得这很懦弱，因为我会觉得想哭就哭，没有什么好惊，什么男子汉没有那种事，想哭就是哭。然后就是第一要当兵嘛，第二你也清楚的知道说你再也回不去，你这一生中不会再有像这四年这么自由的日期，你接下来就是很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都知道，所以我哭这样子。所以的确，那真的是刚出社会新鲜人的心声，这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做什么，对，然后什么接下来什么都是要靠自己，对。可是黄玠其实现在混得很不错啊，我用混这个字可以吗？也不错啊，因为我真的很混呢。你竟然可以办一个演唱会，之前那个演唱会我刚刚讲了，少唱歌多说话。对，这演唱会怎么回事？歌手就唱歌，可是你讲了很多话。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空间，是在风和日丽唱片行，就是我的公司，我所属的公司啊的开的一个新的店面，然后。我会想说当一个座谈会，因为其实我表演本来话就很多，然后再加上我的创作本身其实很口语，对，就你一听就知道说我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并不是那种精雕细琢那些字的人，我是比较喜欢，我可能很久没有写歌，但是我一想写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把它写完，所以通常会比较没有那种一反复琢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在表演的时候我也会很喜欢跟大家说这首歌是为什么写的，然后还有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很有趣，它不是理所当然发生的，然后反正我就是会在表演的时候讲很多话，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这一次我就干脆来一个都不要唱歌，尽量不唱歌，然后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收集，所以我收，而且那收集其实很好笑，别人看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對，什么空瓶啊，对，你到底分享了什么？对，就是当兵的日记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以前的一些很好笑的照片。当兵的日记，当兵的日记有什么好分享？你上面写了什么吗？其实当兵的日记有两种，一种就是举光作文簿，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写每个礼拜要写一次，然后给长官看的，给长官看就是要写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对 对。那你自己私底下在那边发泄的，或是写一些你自己心里的东西，我就会放在口袋，就是一个像手掌那么大的，叫做成功笔记本。我当兵一年多，写了大概四本吧，然后每一本的最后面，因为前面都是日记，然后最后面都是歌词。哦，所以这些歌词后来都有发行了。对，几乎全部都发行了。哇，所以你当兵的时候真的没有浪费时间，我写了很认真创作13首歌吧。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不能说认真创作，因为是你真的在里面，你真的只剩头脑是自由的，所以你唯一的乐趣就是一直写歌，然后你也没有吉他什么的，你就在站哨的时候两个小时，你就在那边想要什么写什么，然后写歌词写在布子后面。好，所以其实黄玠跟歌迷都很熟。对，因为 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黄玠跟第一排的女生说：“哇，你坐在第一排耶！”你自己讲。因为对，你知道那种很常见到的人啊，然后你就觉得哇，你这一次坐在第一排，哎，就会觉得哇，你这一次怎么那么这么猛这样子？哎，我觉得坐第一排，你知道吗？我说去看表演啊，我觉得在第一排压力好大啊，就是因为你跟歌手很近，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哇，你坐第一排，我就会很开心啊。他就弹吉带着吉他去，然后就他唱了自己写的歌哦。这个真的是无往不利吧？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可以自己写唱自己写的歌，有这种事哦，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你是一个素人，你怎么可以？然后我看那两个女生看着他，就是我就知道完了，这两个都喜欢他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很迷人。黄玠上一次在这个少唱歌多说话，应该分享了很多事情跟大家讲你的音乐人生。你会不会跟我们讲一下你的音乐启蒙是来自于哪里？我的家族里面有两个亲戚，他是就是在也是音乐工作者，他们是做古典音乐的演奏家。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要做又用做音乐，我不管是不是工作，是你平常在消遣，一定要经过某一种程度的训练你才有办法做。然后直到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认识吴志明，然后而且还才刚上大学第三天吧，就是我们约到那个中兴大学的有一个中兴湖，那边聊天，因为我们想要追两个女生，我们两个就约了两个女生去那个湖边聊天，然后他就弹吉带着吉他去，然后就他唱了自己写的歌哦。这个真的是无往不利吧？对，然后我都觉得天哪，可以自己写唱自己写的歌，有这种事哦，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你是一个素人，你怎么可以？然后我看那两个女生看着他，就是我就知道完了，这两个都喜欢他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很迷人。当然除了吸引女生之外，就是他这件事本身很迷人，因为当你弹唱自己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在发光，就他很棒。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让黄玠发光一下。今天请黄玠现场唱一首歌给我们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那你要唱的是唱香格里拉好了。好，我们先唱。好。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
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聚和弦的根音抚平脆弱的心灵。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寻。好好听哦。真的吗？真的。我现在可以理解那时候坐在黄玠的舞台前面第一排那个女生的感受。我刚就坐第一排。好的好的。你知道女巫店吗？我知道啊，女巫店近到一个不行，可以数到那个她的鼻孔，对啊，鼻毛。所以你知道唱压力最大就是女巫店了，对，真的真的很近，就在你的脚边这样。对啊，有时候人多一点还会更挤一点。对对对对对。好，黄玠好像很多的创作都要回到当兵的时候，对不对？哦，对，因为当兵写很多，对对对，这个是我当退伍前写的，因为我记得我6月退伍，然后这是3月的时候写的，在站哨的时候，然后写了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刚进部队，你会有一种每个人都一样，你就会发现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了，因为当你被剥夺自由，你才知道什么叫自由。而且你站哨的时候，你完全不能去哪里呀？对对对，真的只有脑袋是自己。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说真的哦，男生来讲当兵嘛，对，就连我现在我都还会有点珍惜那个时光，因为你出来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你有很多事可以做，可是当兵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的头脑会一直动。然后在外面你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做，就你头脑根本没有在动，就是你没有去整理一些。你接触到所的没接触到讯息，你都没有整理，就让它这样飞掉了。我觉得很可惜。那其实，然后我在当面翻啊，回来讲这个歌好了。在我在当面的时候，就是写这首歌嘛。然后那时候我刚讲到说很不自由。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等我自由以后，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做什么事？我每天要干嘛？就大部分都跟音乐有关的，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对。然后就在我快要退伍前，在站哨的时候，我突然很不安，就是我即将面对要来临的自由，然后我真的可以那样做吗？就是事情真的会顺着我的想象那样走？你懂那个意思？我懂，因为你过去那一年多，你一直在想象我要干嘛要干嘛，可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紧张，所以我才写这个东西。好，里面其实有一句歌词，你写说，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够变英雄。所以你，所以第一句就是说，因为我很喜欢，那时候很喜欢 P.O.4 有一首歌叫《Hey Jude》，然后我一直想说，不管是谁要写出《Hey Jude》这样的歌，他一定会很有名、很红这样子。对。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做我也出来唱10年了，然后开始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一定。是。然后骑摩托车，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那是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叫做切格瓦拉、因为我觉得他是很那种自由主义者，然后他明明可以过得很好，他们家是他是医生嘛，是，但是他却在丛林里跟着不是他国家的人一起打仗。他就是在有一本书叫做《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对，他就是骑了摩托车去环游了南美洲，对对对对，发现了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不公平，是这样的，对，因为他一定都过得很好，在他环那个南美洲之前，对对，所以你真的去骑摩托车环岛吗？哦，对，因为我退伍以后，一个礼拜之后我就骑摩托车环岛，跟我表哥，因为我想要退伍以后要先做一个很最自由的事，然后想了很久，就是骑摩托车环岛最自由的事啊。可是你如愿可以开始做音乐这个工作耶，你那时候的起点是哪里呢？因为我在大学大三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板叫查尔斯，然后他就有在跟我联络，然后我们就一直都有接触，像朋友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在当面的时候，他帮我卖了一首歌，卖给马奎欧的。然后那首歌很有趣哦，就是我的
歌词就词曲一起给他嘛，对，然后他用了曲，嗯，然后我可以说再用其实没差，因为对一个菜鸟来说，在那个时候词曲一次是两万块，嗯，然后曲是12000，词是8000，嗯，但是我拿到了12800，嗯，那八百是哪里来的？因为我歌词里面有只有两句没被换掉，剩的全部都换成女生要用的歌词哦。然后那最好笑的是那两句是吴志明帮我写，整首歌只有那两句是吴志明帮我写。然后说：“哎、欸，志明要不要给你800？”是很好笑，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在部队，我还记得我跟他讲电话，他跟我讲这件事，我就很开心哦。你知道，12800很多哎、欸，因为那是我第一笔。做音乐超过5位数的收入，我觉得很撑扯，就是哎、欸，这件事真的可以赚钱呢、欸。然后我就在跟他讨论说，哎、欸，不然我们出去，我们来做做看。然后那时候风和日丽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啊，就是他是开唱片行，那所以我们两个、啊、还有那时候还有929，对，还有929，就是嘟嘟跟吴志明，他们也是两个人。然后后来退伍以后，就去咖啡店工打工，然后开始有在表演这样。哦、有时候会逼自己不要讲话，所以在歌单我上面会画说哪一首跟哪一首要连续的，我不中间一定要撑住不能讲话。我忘记了几年前，对，然后公司就跟我说你等一下上去就是要帅，一开口就是唱歌，不要再打招呼讲话了。我说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帅，结果我很不争气的一上台说嗨大家好我是黄杰。好、嗯、我黄玠最近要开演唱会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叫做揪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大家揪朋友来看我表演。其实我对自己现在的票房我都很满意，说真的，但是我还是会希望更多人认识我，那、嗯、我又很不喜欢上电视、嗯、所以我就会希望大家可以揪一些外围的朋友来听听看，嗯，这样子就可以多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今年过年的时候特别闲，然后我在听以前的作品，我发现2007年《绿色的日子》那张专辑里面，嗯，有一首歌叫《做朋友》，是魏如萱唱的。对。那我就会在想说，哎，如果我唱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在家自己用电脑弄一个 demo， 然后有一点电子的，然后编曲都其实很不规矩的那一种，因为是 demo 嘛，是就是。然后后面还多加了一段。你比较喜欢做 demo 是不是？对，我很喜欢做 demo。感觉上你很开心。对对对对对对、嗯。为什么？因为 demo 不能卖啊，不能卖就开心啊。你刚刚不是才说你那个稿费收入12000多，觉得很开心，对对对，可以赚钱。但是在录音的作品哦，这个很矛盾，我被你弄到，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欸。但是我想一下哦，对，我就是一个矛盾的人，因为你知道我在做专辑的时候哦。因为你会想到这是一个专辑，我很认真做，然后这是要卖钱的，我要对得起他，然后导致于有很多我想要乱来的想法都不敢，实验性的，对，我都不敢放在里面，或者是每一个那种音色都要调得很好什么的，嗯，然后到最后会妥协，是不是？对，会有一些妥协，但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是我至少我。在目前在录专辑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过不了那一关。但做 demo 的时候不一样，我就可以乱唱，然后乱弹。可能也不能说是乱唱、乱弹、乱编，而是说他真的是很怎样就怎样，很黄玠自己个人的创作。对对对对对，我想怎样就怎样。所以我其实前两天在网络上有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版，到时候会在现场唱。会，然后是有带乐团一起做的这样。按来买票来看的人会有一张，会送一张 demo。我最喜欢送 demo 的，就是让你知道我平常都在干嘛的感觉，对啊。觉得你跟歌迷很接近哦。嗯，对。对，算是吧，因为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嗯，所以你唱歌的时候就是像现在这样，差不多。唱一唱就跟歌迷聊。对，唱一唱跟歌迷聊，有时候会逼自己不要讲话，所以在歌单我上面会画说哪一首跟哪一首要连续的，我不中间一定要撑住不能讲话。我记得有几次大场的，好像是我忘记了几年前。对。然后公司就跟我说：“你等一下上去就是要帅，一开口就是唱歌，不要再打招呼讲话了。”我说：“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帅。”为什么公司要这样子叮嘱你？因为希望一个秀的开场会比较有气势。是。结果我很不争气的一上台说：“嗨，大家好，我是黄杰。”然后又开始在那边瞎扯。然后后来我就自己也蛮后悔的，因为我其实应该试试看都不讲话，然后之后再讲话都没关系，这样。好，刚刚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其实有偷偷先问黄玠，黄玠你为什么这么爱聊天？觉得跟我是独生子有关吧。嗯。
我觉得我的很多好的习惯跟坏的习惯都跟我是独生子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说？好的习惯就是我很独立，就是我真的不太需要人家陪，然后你很能够独处。对对对，而且我很不喜欢麻烦人家，我很不喜欢欠人家人情。我很喜欢帮朋友，但我很不喜欢欠朋友人情。这样你真的是完美的朋友哎，就是很谁都想跟黄介当朋友啊，就是、不喜欢麻烦人。然后再来就是我很爱自由。所以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跟歌迷讲话啊？因为我小时候都没有人跟我讲话啊，没有兄弟姐妹啊。所以你就把歌迷当成你的朋友跟兄弟姐妹。可以，我觉得比较像。你觉得你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我有时候看着他们，好像在看着我自己一样。尤其是当我在回粉丝团的讯息的时候，因为譬如说很多歌，像二十五岁啊，下雨的晚上，很多人都会说写讯息给我说，他们这首歌陪他们度过了什么时光。然后其实最有趣的就是我写这些歌的时候，我跟他们经历的那一段是一样的感受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看他们，我觉得会觉得好像是看着自己。然后所以你会写一个十七岁的歌送给那个人，对对对对对，跟他说你十七岁不要彷徨。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十七岁的时候我也很彷徨啊，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更彷徨，因为大家都一样。对啊，所以你跟歌迷之间交换着一种很珍贵的情谊。我很喜欢张国荣，然后陈奕迅，我认为他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看他们都会觉得哇，他们在教育他的歌迷，他希望他们的歌迷，有他跟他一样的价值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当然，爱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没有错，毋庸置疑的。对对，所以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你觉得黄介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自由。就是我们不要限制别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多出来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就是我每次回他们讯息，我看他们写很长一串，我就觉得他们在提醒我说，我其实是有一点责任的。就是我虽然很自由，但是我在做所有事情，就是我是要负责任的。开始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我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不是想什么就可以讲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好，这件事我就要问黄介，为什么你前两天的粉丝团上面 PO 了一个买地瓜的事情，然后还要 tag 吴志明？好的，其实我妈要去西藏玩，然后我住新店嘛，我去新店买鞋子，然后就在那个店的门口看到那样一个摊位，就是没有人在顾的摊位，然后旁边一个纸箱，然后上面写地瓜一袋100元4公斤，然后钱自己丢到纸箱里面，好良心爱心的摊。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啊，我也不管我想不想吃地瓜，因为我太酷了，我对这种是没有抵抗能力，因为我一直很追求那很嬉皮式的一些价值，其实我很多东西我会很想要很嬉皮的那种处理方法。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就是你自己丢钱，然后这个世界应该就是要这样。其实这个很基础于我与你人际之间的互信。对对对对，我没有互信，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放，我也相信你。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赶快买了一袋回家。对。然后我提的时候发现，哇，好重哦，我惨了，我这怎么吃啊？那真的很多哎，那每一条这么大，然后至少20条吧，我不知道这么多吃不完。然后我 take 我说你现在志宁很爱吃地瓜，然后他买那么多要不要给他吃？不然他一个人在台北很可怜，对啊。那你去揪朋友好了，你揪他一起吃地瓜，然后我们揪朋友去看黄介的演唱会。好啊好啊，谢谢黄介，谢谢谢谢。